手工起床是吧？手工起床，然后师傅电机，师傅电机，机器人，然后机器人，然后它里边有检测深浅的探测器，对，然后主料仓，工料的，这地方有探测器检测有没有的，然后就是废料仓，然后就是车床，这看点了开电盘。DLC 伺服电机，那现在这个伺服指的是摩托巴士通讯，摩托巴士通讯485，485摩托巴士通讯，然后接电器最左边是机厅的接电器，一个机厅，一个机厅，这车床启动的，车床启动的，这个铣床启动的，铣床启动，这是爆闸打开，爆闸打开，然后就是光幕的，光幕，光幕是 NPN 的 NPN 光幕，通过接电器转一下。哦，行，我给它启动。好。你又给我吹了，先起步点，前面它是加工，先吃，吃完之后取出来，吃完之后取出来，又再放到铣床上面，然后进行铣床加工。进行铣床加工，先点的最好的就是把到时候把这个往上降降可以是吧？对，降完之后它就是加工是一个方，方。加工之后的工作，这都是合格，这都合格的是吧？因为以前做过，那这个工作加工就可以。它合格不合格？就是那个长度。长度。中心那个地方有没有加工的？没有加工的，高的或者低的，就通过那个检测一下。检测器。到底儿。合格就放在中间，不合格就放在底下那个。底下那个废料仓里边。
合格产品放到料仓，不合格的放到那个废料仓里边。